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士大，一边一个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如意，午后快乐。感恩咱全国的乡亲士大准时来收听咱一边一个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来收听，希望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地中共款对每礼拜到拜六，每一工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咱做伙空中结缘，做伙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台湾。那伫咱下晡时，就是现主时5点到6点，空中一点钟，伫咱的南部地区拢会当听见，对台南地区到高雄地区。到即个屏东地区，规个南台湾拢会当听主人广播电台、主人电台 FM 的台 FM 96.9、FM 的96.9，听主人广播电台吼，下晡5点到6点，咱在做现场。会知影即个11点到12点，共款一点钟，分林嘉义、分嘉地区的听众朋友。甲存即个嘉义台、嘉义之音 FM 的91.3、FM 的台91.3，吼，分林嘉义再是11点甲听。中昼时12点到1点是咱的大台北地区，包括台北市、包括新北市，咱的听众拢会当听中华电台、中华台 AM 的1026。中华电台 AM 的1026，中昼时12点到1点，吼，咱的大台北地区。下晡时黄昏的时阵，就是5点到6点，听咱的主人对高雄、台南、屏东，吼，啊，这个是大咱现主时，就是主人的时段。暗头啊，7点到8点是咱台南地区地中的高雄听詹文溪老牌子的民主台詹文溪电台。FM 的89.9哦，FM 的89.9，拄啊暗时食饭饱，啊，这着拄啊来听一边一国爱台湾。咱的节目对早时到中昼，下晡到暗时，拍拼甲做奉上，每一分钟都无放弃，每一秒钟都无浪费，一定爱甲即个台湾主体、主流民意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声音。大声甲讲出来，他伫政治上海也五百人，台湾人达伫都无要讲的时阵，你要哪五万咧？外国人替你主张，嘛爱讲互国际社会来了解。用真是大，逐天听咱的节目，除了陪伴你的生活，互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也要共同来拍拼一个有尊严、有五万，会当来改革成功，哦，这是咱的未来。来，今仔是咱2017年2月21，哦，新历2月21，礼拜二的这个时间，那算旧历行到1月25，到今仔为止，咱大家所关心陈总统这个遭受政治迫害阿扁总统的案扁案扁案这个代志，拄啊足足3016天，拄啊当这个司法改革会议，哦，当然正式还未开始分组的会议开始。啊，煞无法度来讨论弊案，无法度来讨论弊案的这个不公不义，这个大家有那是真不满意见真多吼。啊，伫节目中啊，无论咱的热线口音，哦，实在有那大家是激战袂掉吼，挡袂掉这个。3016天，冤枉也袂洗清，公道也袂平反，真相爱阁继续宣传。尤其是大，无论讲修改会议安怎，嘛无论讲是毋是这是有伊个先设一个立场伫遐，还是讲打话头伫遐吼，啊，这画一个括号啊吼，这先不论啦。总是政府阿未开始做，民间嘛是总会当先做吧。尤其是大，咱大家继续去拍拼，互相加油，互相鼓励。那这个阿扁总统的冤枉无消毒，司法改革吼。真正是，你讲成功安尼是讲袂通的啦吼，无法度改革成功啦。
这个问题真严肃哦。来，今仔咱的节目就正式个开始啊，咱赶快做第一集哦，先个演奏台湾中国一兵一国进行曲。用心时段唔通转台哦，啉一嘴茶休困一下，马上回来咱的现场，多谢你。台湾中国一兵一国。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啊，咱伫空中咧放送。用真时代，大家真关心哦，就是即个司法改革哦，司改即个问题。但是即卖未前未，就是讲啊，伫会议还未召开前哦，就先甲你来设定一个范围。哦，第一就是讲未当讲政策哦，不谈政策哦，未当讲政策。伊即个特别是针对讲学做废毒死刑，是毋是要废毒死刑？哦，废死即个问题，原主是台湾，咱是有死刑的制度，哦，啊，当然有反对死刑的即个声音，啊，认为讲即为国家，啊，是讲像美国伊为州，哦，美国五十州嘛，为州伊是无死刑，啊，为州是有死刑，哦，所以当然即个是全世界各国拢在讨论啦，啊，赞成。以其死刑制度的伊有伊的主张理由，认为讲落爱废除死刑哦，啊有伊的主张理由，啊对一种较有道理，实在即卖现主是无法度一个定规哦，无法度一个定规啊，两边拢有伊的遐论述里遐，就亲像即个同性恋是毋是来会当立法来即种的结婚的问题？合法化吼，即、哦这个同性恋、同性婚合法化的这个问题，老实讲，无法度一个定规啦。啊，所以即个毋免急进嘛。你伫急即个时阵，即、这个有伊的迄个问题伫遐。但是，是毋是会当伫司改会议讨论，地中人民讲这真好呢？是毋是要来废死的问题？是毋是死刑继续，还是讲要废除，还是讲要安怎来处理的问题？当然，就爱趁你这个全国的参与的司改会议，提出来讨论啦。他有这好的机会呢，是这个各界拢在参与呢，不只是这种的事务界啦、学术界啦、司改团体啦、民间啦、各方面的在社会贤达，吼、哦，蔡必玉例外啦，吼、哦，这名单内底有一个蔡必玉，帮马英九脱罪，而这种的台北地检署前的检察长。即卖个高升讲去做司法官、行业院长啦，真正夭寿骨啦！啊，你派这种人去来教育司法官、训练司法官的时阵，真正安尼司改是不怪会走正去啦。这种人本身就是心中无司法公平，
心中无这种的司法独立公平的概念的人，无这个理念的人，啊，你派这种人去要做司法官行医，来培养司法官，来培养法官，培养检察官，哎，唔着请贵客药单，啊，即卖阁派对司改会议咧做代表的，全台湾的检察官优秀的足侪啦，拢无人会当派啊嘛。是安怎就爱用蔡碧玉、蔡碧玉做代表啊？实在这法务部是毋是法务部派？照讲是，因为检察官属法务部管。法务部长柯泰山部长，有哪是大家对寄望足深呢？欠社会一个说明呢？大家即摆咧质疑讲，啊，这个蔡碧玉的帮马研究脱罪的这个检察长，互大家认为讲这是司法要来改革的迄个阻挡。大石头呢？这得爱先改伊个遗嘱的大石头。你即摆叫伊不止来训练司法官，过来参与司改会议，啊是要改个鬼嘞？要改个头嘞？今仔日金老师、金仁伟，咱大家说敬重的金老师，你自由时报挡袂掉啊，就写文章啊，讲司改会议若无要讲阿扁总统案件，是要改一个鬼哟？司改个鬼啦！北京伊讲司改个鬼。意思就是讲，安尼是要改什么会啦？是要哪改啦？是要改什么弯歌啦？所以这个声音是愈来愈悬。对这个基层，咱这个开始分组会议嘛，今仔日第二天啦。对着咱一般的老百姓来讲，法律上、法律名俗啦，吼啊，法律的这种的较深的制度等等，老实讲，一般咱的乡亲是大。你讲安尼一时间要来完全会当来了解，这是有伊的迄个困难度里啊嘛。伊毕竟这算一个较专业的一种的探讨嘛。有的人讲啊，这个最高法呢，哦啊，法官要爱偌济数目，哦，这若讲照外国像美国安尼两三亿个人，因的最高法呢，法官才高个呢，最高法伊才高个法官尔，而且是做终身呢。做甲死就对，吼、哦、终身制嘞。为什么台湾最高法院要八到十个？这个问题要怎处理？啊，若讲最高法院第三审无要用这大的这种的编制，啊，若离这个高院二审、那地方法院一审要怎处理？陪审团的制度哦，是不是台湾要用陪审团？司法院长这个许宗力讲啊，这有记得可能危险哦，会违反宪法等等哦。咱这地文良大律师一直在推动的民间的团体咧讲，就爱有陪审团，才有法度来制衡这个法官以这种乱用伊的这个管理嘛。政治法官、恐龙的法官，也是讲这个收红包、惊后门的法官，陪审团的制度，这种的讨论，为当时啊，咱乡亲时代一般咱的老百姓不一定。所有法度来理解讲，吼、哦、啊，这个差别，吼、哦、啊，这个都无同意见是安怎的情形？但是对着咱大家普遍的感受，足简单嘛。对着台湾的司法现主席是无度信心的嘛。上明显的咧，插伫咱的心肝内的，上明显的就是马英九八年的任内用司法权做一个政治工具来迫害人伊。这个不敢动牌的人嘛，你对着政治上的对手咧做撇开咧做对上嘛，这是普遍的，所有差不多多数在人民的感受啊。所以今仔司法改革，没有大家会当有一个新的气象，会当有一个新的感受，耳目一新，足简单呢。有法度来破除，是不是有法度来破除这种印象无嘛？有法度来改变。这种的经营和这个风气和这个气象会当来做一个更新，这才是重点的重点嘛。但总统的案弊案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例。今仔日讲这个无法度处理，这个无在调处理，那安尼我讲啊，政党轮替要从啥？司法改革要从啥？这个嘛，未上尾就摆拄掉。就亲像这个特别会议在修法律，全国特别会杜罪化，对顶管到下底所有这些
首长的特别费拢除罪化，单独独是国务机要费，但总统这件怎啊改难过？同一当时是国民党，哦，伊这坚持的嘛，啊，就全国拢除罪化，但是这个单中单水币这件国务机要费袂当拄罪化，迄是国民党伊当时硬安尼，因咱从国会还袂过半嘛，啊，但是即卖嘛过半呢，那这个要搁加改嘛是会使呢，要加修改嘛会使呢。即卖上无法度交代是讲，行政权咱的总统也当选啦，国会咱的民主进步党历史也过半啦，啊，所以这无法度推卸这个责任嘛。来了从司法改革这地，未上尾就开始设定一个范围伫遐，用真时段，这个问题实在我唔知要怎解释吼，咱可以来接真济。啊！大家表达这个意见，和握准的心来。你昨个这个吼，下晡我都要收到这个一本新册吼，这应该嘛，啊，不是讲上新吼，已经有出吼。伊这个是费边社所出版所印刷啦，吼，阿扁书第三本吼，阿扁总统的册第三本。伊这个来这个总编哦，总策划是咱的。啊，高雄市议员郑新洲郑议员，主编是这个叶伯祥吼，就是费边社的社长。伊这本册的标题，就是咧讲，即卖是应该行哦，但总统一个公道。挺变的这文章，伊做一个编辑，以及着这的遗书吼，挺阿扁总统，挺台湾公道正义这遗书的一个这个面谱哦，这个脸谱哦，啊来做一个。啊，这个经历哦，总经历内底有真侪阿扁总统的相片，这个费边社哦寄二十本，哦地中的服务处，哦寄二十本，哦地中服务处内底收真侪文章，啊有咱的这种哦，像较大讲的金仁威老师所写的啦，啊咱的陈顺成教授陈医师所写的，曹长青所写的啦，陈昭珠社长哦，前个北社社长。过中风医师哦，陈昭之社长的翁婿，张业新社长哦，北社的社长啊，王美秀律师哦，是咱的国光民主前的夫人哦，包括像这个陈医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哦，这资深的历史学家，洪英花法官哦，黄月水老师，贾清吉博士哦，郑文良律师啦，这个哦，陈思梦哦。啊，这个先生吼、哦，大家所写的这些文章，过正殿遗书，啊，所写的这些为阿扁总统的讲话，包括后外国吼、哦，啊，孔杰荣教授所写的啦，这个人权中心哦，捷克西利所写的这些，全部甲做一个编辑，吼、哦，啊，都啊，全部我看300多页，阿扁总统一本册，都啊，总服务处收到20本，有真是大，这个本来助理咧讲，即卖实在。恐怖节目有够歹做啦！你看港音，你的通牌台哪色的台？迄、那个飞碟、飞碟电台，就少讲一台无。哦，即卖讲个做经营无好了钱啦，安怎共董事长了要辞职？到底有了无？我唔知影吼。不得解啊，属于你的妇联会，即卖讲啊，资产怎叫做减去，怎拢缩水，拢关对到其他基金会去，正手。专倒手，倒手专架手吼，我唔知影。但是普遍可能在公布真正即卖都无分哪列个，哦，无论你这通牌台因咧后边中资个呢，讲到经营啊足辛苦。所以本来我这个啊助理咧建议吼，讲啊无啊建议吼，伫中啦吼，讲啊20本册，啊这个请阿扁总统、陈总统来签名，啊这个挺扁个册。第三号的后裔纪念性，无来加产品吼、哦，咱这节目的产品拿来交关来做这个赠送。第中我讲，即卖虽然这个节目是真歹做吼、哦，啊业绩做歹胖的就对啦，我对厂商也做袂交代。但是我讲，这个阿扁总统这本册费边社咧出的，我讲这个是有伊的纪念性较无同，这不是一般商品的。我讲这20本无要紧，咱这摕出来赠送给听众朋友，尤其个阿扁总统的签名有一个纪念伫遐。我会记即旧年，伫中伫节目中，迄当时咱也有一个册来赠送。
十大迄个台湾的迄种司法的冤案啦，吼、哦，十大司法冤案，哦，这个迄当时这本册，听众朋友也真喜爱，啊，摕当去读，我做欢喜，因为读了吼，佫足侪人打电话来讲，甲弟兄讲啊，读了佫摕予伊的厝边隔壁继续佫读，啊，即摆来佫传出去，吼、哦，啊，为老大人伊的目睭较疏吼，还是讲伊这个啊，读书啦、看书是较困难。啊，今日是说读了吼，重点讲予伊听。即摆出去去公园啦，去对去菜市啊，人迄个咧正暗阿比总统个，有哪会当讲一篇？人伊伫遐咧辩论者，讲甲对方全嘴夹夹，唔敢阁讲话。所以你看即种个文章也好，一寡遮个实在对着阿比总统个兵法，足大个帮助。即个民间个力量是即种足大个一个力量伫遐。所以这二十本册加上阿扁总统签名的，和、哦、这个田丹总统的文集，哦，加这个啊艺术的这个民谱，和、哦、意识脸谱这本，用真是大。即卖你得甲卡咱的服务专线，照登记的啦吼、哦。啊，多这二十本尔，咱先卡来的吼、哦，啊，留你的大名地址，服务处家的马上甲你寄过。啊，这个照登记的迄个顺序，二十本的上完为止。你即卖甲卡服务平台专线，零七七六一八零七五零七七六一八零七五哦吼。啊，这地中我无开钱去买吼。啊，这啊做歹势多费变色的这个啊社长啊送我二十本吼，讲要我服务处来处理啊，即个市长兼外贴。我提出来咱节目中吼，啊，前二十位咱打电话来平台专线的这听众吼，啊，非常心意，陈总统的签名，我的老爸来签名，赠送给大家，零七七六一八零七五，赶紧甲考二十本，咱送完为止哦。啊，这个送完吼，就无个有啊吼，啊，先甲你讲歹势，来，即卖咱先进一个工商服务。等一下马上回来咱的节目的现场吼，啊，这个平台专线吼，那产品的专线，零七七六一八零七五，赶快这个号码，多谢你。即卖是广告的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即阵啊，有几来位买咱正型 Q 10的乡亲，打电话来甲志忠讲，过去因是毋捌食过即味，结果服用了，感觉效果真袂歹，佮专程卡来学了，所以志忠特别佮要来介绍。其实 Q 10伫国外是做事情，因为 Q 10是咱身体内底帮助咱的细胞产生能量、增加生命力的一个元素。啊，佫会当抗氧化，抵抗自由基的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医学专业的名词，伊会损害着咱身体组织佮细胞，引起着慢性的疾病佮身体老化。Q10 就会当抵抗这个自由基的产生。特别爱注意的是讲，咱若年岁愈来愈大，咱的身体特地来制造 Q10 的功能会愈来愈歹 ，Q10 就会愈来愈少。所以咱大家开始知影讲，爱另外搁做补充啦。别行卖讲，即卖伫市面上，你会当看到足侪女性朋友的保养品，抹面的啦，抹身躯的，拢会特别来添加着 Q 10的成分，这就是 Q 10的价值。咱销量第一名，受到听众朋友喜爱的正型 Q 10，原料对日本进口，搁添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这些营养素。会当食一罐就抵几啊罐，佮特别照着卫福部的规定，每一天建议补充的分量来制作，一罐足足会当食两个月，只要2800块。咱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有农委会专利技术的授权，是真真正正用龟裂的牛樟脂的基石体来制作，毋是一般用细菌培养的一种的菌丝体，而且牛樟脂上珍贵，主要是食内面的迄个三铁类的成分，就爱是真正的基石体，才有完整的三铁类。咱一罐是3500块，
有丰富的 EPA 和 DHA， 原料是对海水上清气，北澳的这个挪威来进口，正成深海鱼油一罐2200元，这三项产品买一罐阁送你一点的点数，满六点就加送你一罐。若讲平均册每一罐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赶紧招亲戚朋友做伙来买，会当讲买愈济，你就省愈济。最后是咱一边一国乌蒙尼永成饮料，用台湾在地乌蒙尼来制作，阁添加红枣、枸杞甲乌摩啊。一箱24罐，1450元，一盖买两箱，阁俗一百，是2800元。最后是纯天然、芳醇、阁好啉的新鲜地瓜精，一组30包，5400元。以上的产品若有欠用，客服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谢努力。非常感谢啊，感恩努力咱全国的听众吼。较早伫中咧讲的这本新册，有着汇编社吼，这也办真侪本土啊，非常有本土意识的活动，包括一挂教育的论坛，包括一挂精彩演讲吼。一个汇编社吼，实在啊，即卖出版无好做啦，老实讲，出版业哦，出版社伊即卖实在的这个。啊，网络的科技哦太发达，即卖书啊唔免用印刷的呢，用真是大迄个电子册啦，哦电子册。就讲你即卖话当时啊，你看到你咱咧坐捷运啦，哦啊坐高铁，咦啊太一个人伊即卖摕一台电脑哦，嘛免用电脑呢，用一种的平板呢，一种小台的啊小电脑，伊也咧看书啊。伊安尼透过着伊种安尼用镜头啊叮当一个，吼、哦，饲一个键盘，伊咧买当咧闲煮呢。伊早咱着阁摕一本册吼，安、哦、尼图书馆借出来，安尼厚厚安尼一本吼、哦，啊，排架安尼作当个。即摆用电脑啦，用伊个手机啊啦，买当看电子册。所以是在出版社，尤其即种有台湾意识、本土理念的即种个吼、哦，啊，咱这个正独牌这。实在拢无好经营啦，所以做感谢咱这个吼叶伯祥社长20本册寄来地中服务处吼啊，这我坚持讲这是够吼啊，我再看册钱偌济，虽然社长无要求，我也回，我也拢甲回过吼，甚至包括着看大家有咧注文等等吼，啊咧加小挂啦，尤其这是有关陈总统吼啊，这个相关的一挂声源的文章吼啊，做一个总整理。有着电信总议员做总策划，哦，真有意义。多啊，这20本尔，听众朋友吼，啊，你若无去也，想讲啊，这个可以等于读，先煞家己读了吼，啊，佮出来佮宣传，啊，佮这有陈总统佮你签名，有一个纪念性。前20通电话，20通，前20位咱的听众登记的优先，吼，啊，若超过就歹势吼，啊，这都无这个册，啊，0776180075077618075哦，吼，今天先甲听众报告。来，咱的可以电话，我那会甲开放吼，啊，76180018，76180018。听众朋友若要来电吼，那卡入来节目中，啊，人地中空中，大家做伙开讲，我那分享予全国听众吼。即卖着当下小讲年金改革书啊，改革吼，啊，专家问题啦吼，实在头壳摸咧烧。用真是大意见吼、哦，注意甲反映一摆。退休的将领是在这话，但我读个我无相信讲这号做真正新闻呢。我一开始看到这個，我想讲这可能是人迄个网友咧哭诉吼，想讲在调侃讲酸笑的啦，安怎迄种的？这退休将领讲这旁呢，用真是大讲这旁啦，落去这个中国北京。坐你下底哦，安尼乖乖乖，你啊听习近平你啊讲话咧，甲因驾驶的遮吼，遮退休的将领，讲啊做迄个做八百的啦吼，诶，讲要做800壮士，啊要来反对着年金改革，即卖来要为台湾，伊要来为国会要安怎？你白白这是伊想讲要学人太阳花学生运动哦，啊要来为台湾哦，人的诉求是啥物？恁的诉求是啥物啊？太阳花这些大学生、这些高中生、研究生，伊是为着因的退休金去包围台湾呢？去抢国会？
太阳花这学生囡仔是为着因有18%能量吗？用真是大，因有18%能量吗？即卖这退休的奖呢？一粒车小奖的，两粒车中奖，三粒车上奖的迄种，加起来都几百粒的星星。这个人是一个月拢领10多万的，上悬到20几万的，迄若做甲上奖20几万嘛？为着因的私利，为着因的自私，为着因家己的利益，甘愿让整个国家全拖倒拢无要紧，让国库破产，让台湾破产，让2350万人拢破产拢无要紧，只要伊的18%照常发，只要伊的退休金照常发，世间有遮自私的人吗？真正阁讲会出嘴，真正未见未少，遮的退休退将。哦，而这讲要八百壮士反对年金改革，讲而这要捍卫中华民国，啊，那真正要而这捍卫中华民国哦，啊，你都唔当个破产啦，啊，你若要破产，你是咧捍卫你家己的迄个财库啦，捍卫你的落地下讲安尼较紧啦。救国团，包括妇联会的问题，妇联会即卖讲财产拢求最低，是安怎投资股票，股票怎啊落价吗？啊，是讲安怎投资房地产，房地产怎啊落价少？啊，是去做啥物投资怎啊拢了了去？若真是大，我唔相信妇联会拢了钱啦。妇联会倒有可能了钱？古早的廖军娟，你只要的所有台湾的这个产品要出口的，一定几趴交妇联会嘛？这种生意他会了钱啊？全世界有遮尔好康的生意人做吗？迄主动人钱就交予你诶，妇联会是好业甲老油啊，500几亿是上保守诶，即卖讲伊这钱拢无也拢减去啊，用真是大啊！你都甲看啦，伊话讲要做伊个公益，啊，捐落伊家己下底病院振兴病院，讲捐60亿，捐对的几十亿，捐对几十亿安尼，啊，其实迄拢是伊控制掉诶。妇联会伊个即个下底个基金会吼，差几百个啦，几百个基金会话，迄个名你毋捌听过，你规世人你毋捌听过，但是迄个财务甲显出来，拢几亿个、几十亿个基金会财产，啊！伊即卖全部拢甲你拆散，伊也不要讲，伊这500多亿拢无放伫妇联会下底嘛，伊拢转落伊旗下个基金会，啊，事实上咱知影嘛，伊基金会。伊在当时控制掉，迄同款都伊在周转的，伊在运作的呀。所以东山会真正爱加油，东山委员会爱加油。救国团的会先开哦，救国团即卖24，今仔日嘛，24要开这个救国团的听证会，要来证明讲救国团确实是国民党的这个附属组织嘛。救国团最特别是伊上早是国防部的。你这个1952年，哦，1952年，你看照安尼算48+17，这60几年前啊嘛。1952年的时阵，你国防部伊的迄个总政战部，哦，总政战部的做统检的啦，来成立救国团嘛。迄当时这个团长是什么人啊？蒋介石做团长呢，用真是大，所以你看伊的偌特殊。蒋介石是做救国团的团长。啊，所以你前20年，包括伊的迄个开始的费用啦，开办费是国防部出钱嘛？伊负责着做讲对中国做伊条做伊个情报的做情报啦，做什么有做吼？伊个敌后工作的安怎？全部是救国团，所以也是等于国防部一底某一种的单位就对啦。啊，所以你讲救国团是不是国家的？当然是国家的呀，伊的成立就是国防部甲成立的嘛。头前20年的武圣是国防部的武圣呢，这边哪坐呢？哎，这当然是国家的呀。所以救国团即卖财产53亿啦。伊讲伊这人国家的，伊这人国民党哦无牵连啦，伊这个啊人国家嘛无牵连，迄个靠因家己的，你甲听几句啦。所以用真是大，但是伫1969年有一个较特殊的情形，国防部报应正义哦，这公文拢会当调出来嘛，讲要来调整救国团伊的地位，要来解读啊国防部人救国团伊的迄、那个啊隶属关系，意思讲啊从此以后吼啊你惊你的，我惊我的，啊咱就无关联啦，
啊，所以甲救国团去甲内政部登记，做一个迄个民间团体社会运动的这个机构哦。啊，蒋介石用死啊，蒋介石，我你看啊，老爸做了是因后生在做，你看偌特殊。上早团长是蒋介石，啊，尾也是蒋介石做救国团的主任嘛。啊，是人国防部解读关系了，我看是骂人一个梦尔啦，无啥解读啦。啊，又着迄个做吼李焕吼李焕，因这个我那国民党的高层来监理。啊，所以尾啊，佮你蒋介石伊的指派之下，又着这个啊李宗贵哦来做救国团主任。所以用这时段这做清楚，虽然伊表面上救国团是人国防部解读关系，意思讲我这毋是公家呀。我这是变民间的吼，伊只要甲内政部登记吼，啊，这大家拢无话讲哦吼。但是你甲看嘛，足奇怪，什么人要来做救国团的主任？既然是由着蒋介石，伊当时是总统阁兼国民党的主席，伊亲自来指派。全台湾偌济协会啊，全台湾有偌济只个财团法人也好，社团法人吼。差不多几十万吧。对一个法人的迄个人事，也是讲上要做主任啦、理事长啦、董事啦，由着你无包括即卖是蔡英文总统来指派啊。用真是大，你无你国民党举一个例嘛，全台湾有对一个这种团体是由着当今的总统来指派伊的人事啊。我相信讲袂出来嘛。民间就是民间，他有可能总统来指派呢。所以对蒋介石伊亲自来指派救国团的主任，你知影这样代志吗？这个救国团根本就是国民党伊的这个附属组织，伊在控制嘛，伊的细汉的嘛。救国团根本就是当时是党国不分嘛，党国体制嘛，所以是合作会嘛。所以今仔日救国团这五十几亿的财产。你说不免献给国家吗？不免献给台湾人民吗？这样会交代志吗？妇联会那几十百亿还没算的，救国团声称啦，这五十几亿，他说都可以自己在谈的，你才听几句。救国团全台湾都有房地产，很多都跟公家租的，一年租金说几千块，咱没听不对哦，那些都差不是几平几百平的，迄种安尼几十家、几百家、几百公斤的安尼租，讲一年租金拍几千块，哎，讲也合约书哩。而且早期迄个政府了，差不多用资源的了顶头交代的资源类啊，迄太了个租嘞，全台湾农业帮地产，哦，啊，即卖来台湾经济开始改善呐，哦，土地开始的征得啦，开始计得起来啊，厝开始起价啊。即卖拢变伊输人诶啊，拢变救国团诶。即卖救国团讲，哎，拢我做有投资眼光，阮早期就知影，即土地拢会起，哦，即楼啊厝若买落吼，拢会安尼，以后拢会起价，全部一直买安尼买几百啦，五十几亿，即若无甲收倒来国库，实在你讲来二零一八年要选举，二零二零年要选举。用真是大，咱这大家上四中的可能这张票怎啊登袂落呢？民主进步党怎啊登袂落？虽然我家己也党员啦，我也正党员哩。因为你这个专营正义讲要完成，不是空嘴报纸啦。大家人嘛要讲专营正义，啊，你唔着看安怎甲做一个这个清除？但总统的时代是无东山委员会安尼这种较力的武器呢？咱是靠家己武行政院去。啊，提告啦，拍官司啦，我那前后母几廿年诶，嘛甲国民党诶东山讨一两百亿倒来，啊，比总统诶时代无东山话，啊无东山条例，国会落去哦，啊咱脚踏家实在吼，脚踏家实在有那安尼金闪闪啦，啊都有才调讨一两百亿国民党东山倒来到国库诶，即卖是国会过半呢。现在有东山委员会，有调查权，准司法权，现在有这个吼，包括着这个啊立法啦，规个安尼来支援的时阵，你若上基本的救国团结、妇联会结，若各有脱节哦，无法度搞代志。
真正无法度交代。来，永进时代，咱先进一个广告。等一下回来，咱的现场口音电话也要开放，同款开放吼，零七七六一八零一八七六一八零一八七六一八零一八，咱阿只线要来电吼，来卡一支号码。啊，若要登记这本阿扁总统的册，由着费边社所出版吼，还有陈总统亲笔签名，有你做纪念。地中海物资才多二十本尔吼，我寄予咱的一边一个爱台湾节目来做这个赠送吼，这不免钱的吼，这个免费赠送。但是吼啊，唯一一个条件足歹势吼，唯一我有一个条件，一个小小的要求。这本册你若读完哦，你这个教别人去读。这本册你该大概消化吼，我唔是讲每一页拢爱这个吼，三百外页你重点甲记掉的了。麻烦啦，出去的时阵，阁有人咧正暗啦，讲一种哦妖秀话，讲这个边缘拢安怎哦，这拢有侪拢贪污。麻烦一个家只个重点，有那咱大声爱讲出来，咱若唔敢讲，要靠别人讲，迄拢袂赴啊。要来为陈总统平反宣传，靠咱家己的力量哦。这唯一我赠送这本册，小小的秘密的要求甲条件，就是爱为陈总统宣传吼。为台湾人的公平正义宣传，头前二十位来登记的吼，先优先赠送哦。你甲卡平台服务专线，零七七六一八零七五零七七六一八零七五吼，登记这本册吼，啊，我着啊，留你的大名、联络电话吼，啊，这啊，免付邮资，邮资地中才出吼，啊，但是你帮我宣传就好。啊，来寄去互相吼，寄去你所指定的地址。来，即卖咱的广告甲听一下，咱等一下马上倒来现场，可以电话七六一八零一八，多谢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志忠。在即个广告的时间，志忠同款要来推荐实实在在会当安心的优良产品——正成 Q Ten。正成深海鱼油、新鲜地鸡精、和平牛樟脂，加一瓶一国乌蒙尼，拢是地中真用心，针对即卖足侪乡亲时代比较较欠缺又搁重要的营养素来研究，特别开发甲挑选的产品，亲像 Q10， 就是咱身体内底非常重要的元素，需要额外搁来补充。伫国外已经做实验，咱的正成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而且不是打 Q10 而已，还有独家添加软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C， 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才有，一罐可以吃两个月，只要2800块。还有大家都知道的深海鱼油，有丰富的 Omega 3 EPA 和 DHA， 很多人还要拜托朋友对国外炸回来，因为深海鱼油是用深海的鱼去制作，海水的水质很重要。咱的正成深海鱼油原料特别对北欧的挪威来进口，挪威已经是要接近迄个北极的国家，迄边的污染较少，海水的水质清气，所来制作的深海鱼油品质当然是无话讲，一罐食两个月份是2200块。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地中一再来强调，咱的和平牛樟脂是用脂系体，就是规粒完整的牛樟脂去制作。它一般市面上用细菌培养的菌丝体无同款，而且咱甲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这是有国家级的品质甲保障。一罐同款食两个月3500块，以上三项的产品只要来注文，每一罐阁送你一点的点数，一满6点就加送你一罐，平均测落来会当省几啊百块以上，每个月只要开1200块。每一天10几块，就会当照顾咱的健康非常舒适。新鲜地鸡精独家改良真空无菌的包装技术，会当常温来保存，买当温炉烧，而且无掺糖、无掺盐，是原汁原味。用规只鸡鸭落去滴的新鲜地鸡精，一组30包，5400块。最后是咱一瓶一个乌蒙尼，用台湾在地生产上鲜的乌蒙尼制作，独家添加着红枣枸杞乌麻。是上好的天然的饮料，有乌麻的香味，搁啉会到会当人咽耳鼻平，有丰富的价值的乌蒙尼，一箱24罐，价温金只要1450，
一届买两箱，阁俗一百，只要2800块。接卡热线服务电话：07761800。拢有专人服务接听，拜托听众朋友做伙收听，感谢。多谢咱全国的听众朋友，今麦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的节目，吼、哦，阿哩空中咧放送。来，这个那边来，吼、哦，登记一本吼、哦、啊，地中的赠送的这个册，吼、哦，一本阿扁总统的书，有陈总统的签名，哦，这由着汇编社出版的。咱多阿的20本尔，吼、哦，拍摄吼，啊，多阿汇编社才寄20本，是有那做多些，哦，这个册钱吼、哦，我才一定人。啊，这社长才来算啦吼、哦，实在即卖出版社出版经营，人广播的节目同款，你看人伊个飞碟，迄飞碟迄是外国呀呢，迄啊背后啊国民党后伊个中主人咧支持的，讲即卖当署长哦，迄、那个张小燕那个著名艺人，讲伊不爱做啊啦，讲迄个廖家咧实在吼、哦、亏损连连啦，哦到底实情安怎我唔知影。但是这也不得个欢迎吼，实在即卖几个间隔啊，咱即种正独牌的节目啊，正侵略的，即个挂牌的你，哦，你常常会过路啦，咱来理解。你只要若有中国，若原料对中国来的啊，商品要卖对中国的，拢会有压力啦。哦，讲无压力，实在啊，迄也是骗人吼、哦，一定有压力。啊，我一定会当理解，哦，我一定会理解。你各个大企业。柯文良先生，柯党的迄叫台湾什么呀？你看啊，看报纸，看报纸呢，伊无多钱嘛。迄事后伊都后差不多，后表达伊的无奈，这个中国甲你威胁掉的啊，讲啊好啊，无你得，你这台独的吼，你得继续安尼，几十万的员工全部甲你缩起来，无你这人哦，你无考虑家己，考虑你这几万人的这员工家庭。因是你的生活有要顾无啦，你个柯文良嘛挡袂掉呢，大企业嘛挡袂掉呢。啊，所以你卖讲即个中小企业，吼即个个体户，吼咱即个啊小厂商，这实在啊无啊多一咱靠家己哩，嘛袂当因为安尼讲啊无咱一边一国啊即、這个招牌怎放弃啊无咱来改名吼、哦，改名咱这做啊即、這个一个中国爱台湾。哦，无得噶！我看北京连夜落来哩，个落伊个广告的乌声哦，几千万的代表来甲你，安尼传播怎啊甲你啊落落来？啊，我咱拢免烦恼啊，用真是大，咱这也拢唔免工商服务啊，哦，啊，就传播这拢唔免烦恼啊，差不多几年的乌声拢有啊，有法联合讲的代志嘛，听众朋友，这种代志咱无可能去做嘛。哦，你比一个中国爱台湾就，还是讲啊，同属一中爱台湾。啊，是要终极统一爱台湾？我看啊，名改安尼，哦，咱这个啊拢免烦恼啊，吼、哦，差不多翘卡练吹球，吼、哦，啊，这个大概有说说啦，吼、哦，这当然讲算笑的，这个是真硬道。但是咱人人动物无同，人人低高精神无同，哦，咱不是讲啊的三顿有人吃，哦，啊，这个安尼的一定吼、哦，啊，这个交代啊。咱有咱的信用力啊，咱有咱的价值观，咱有咱的这种的追求甲梦想啊。为着这個，我的老爸陈总统是坐乌龙呢，坐乌家呢，3016天到今仔日嘛。这种的医生也好，你讲这台湾的是几个话题？袂当安尼怎讲白白，安尼就怎放水流哦？这咱袂搞代志。人生你讲长短吼，啊，这每一个人会当偌济岁数，这实在啊，天公伯啊拢一本啦，吼、哦，咱唔知影尔啦，天公伯啊拢一本啦，啊，唔免去想遐济，吼、哦，当然家己养生啦、啊，家己顾身体吼、哦，这实在健康爱顾好，这有影，但是拢唔免去甲想足济啊，是讲规工日夜烦恼，甲未食未困，无必要。咱每一工甲把握掉的，甲珍惜。哦，每一天地中空中一点钟的节目，咱好啊，把台湾人的心声讲出来。我看安尼，咱就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吗？你就算做讲啊，就无多一起啊，是大会搞袂出来啊。哦，你即卖讲迄个星巴克卖咖啡的，伊就要起价啊。星巴克偌大间，台湾都差每一个迄、那个差不多啦，街路拢有伊的店啊。伊的咖啡嘛要起16%呢。
现在说是一粒一修，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啦。85度 C 吼、哦，卖咖啡卖鸡卵糕的，全台湾四五百间的分店，伊也要起价啊！听众朋友，你看大家生活是无是无硬道，迄是骗人的。你实在你都讲咖啡也咧起价，讲鸡卵糕也咧起价啦。啊，本来是偌济，即卖就起偌济，啊，起价毋是起一趴两趴呢？实在咧起唔当调来讲16%安尼啦。所以这太太基站的调，这都不是打咱的广播节目俩。哦，所以这也无要紧。搁安怎的时阵说这个，除了讲一立一修吼、哦，这个问题44%的民众讲这个歹处比好处较大啦。44%的民众讲一立一修歹处比好处较大。劳动部长吼，即、哦、卖这个啊林部长哦林美珠部长，这是新部长啦。新部长较无压力，嘛较无包袱啊！我咧看，你若真正改安怎改，实在嘛爱改呢。无你即个规个安尼拖落的时阵，台湾的经济要哪会好？你的脚步还袂打好个，真像马英九上台，甲你油电双涨嘛。你经济打看讲安尼会活无呢？伊的油电双涨安尼规个怎啊？甲你木落的就要讲天死里遐嘛，台湾经济现死嘛。啊，即卖来蔡政府来做，好不容易，咱就等着讲开始要起步，要来做这个拼经济。你若真正有一粒一小害死的时阵，小英总统嘛做完弄呢，这是要收马英九的烂烂打嘛？啊，结果一粒一小本来是讲要照顾劳工，要来改善劳工哦，包括可以会当待遇啦，包括伊的负担啊喏。啊！你在卖情卖，因为一粒一小，规个物价上涨，大件小件拢起呢。你讲哪一个叫做小件的讲成本增加，讲在起价？星巴克啦，85度C 啦，这全台湾同大件一样在起价，你看它几站会掉？这比全民性的呢？还比全民性的呢？听讲，比我达想到这样、個，实在，他大讲唔通袂食袂困呀，我都袂食袂困啦。来，咱最后一波的工商，甲听一下吼。啊，若要登记册，咱是10本尔。要登记这个阿扁总统这本吼，啊，听阿扁总统的文集吼，《议事脸谱》这本册，汇编社出版的。你甲敲专线，07-761-8075，07-761-8075。地中先讲吼，咱这个20本尔吼，啊，20本咱照登记的顺序，哦，不分大小，啊，送完为止。啊，这免费的，但是唯一要求，你这本册内底，哦，写完陈总统的这一挂观点，麻烦你替地中宣传，替咱的节目宣传，替陈总统宣传，哦，啊，这足欢喜，咱用这本册空中结缘，欢喜心，吼、哦，大家结缘，啊，送给你做纪念，啊，帮咱宣传就好，吼、哦，小小的要求，拜托哦。现在是广告的时间，感谢乡亲时代对着咱一边一国爱台湾这个节目，还有产品的支持和鼓励，搁专程打电话进来娱乐，予弟兄做感动嘛做安慰，这代表咱的用心和坚持品质的理念，并无做白工。市面上的产品非常的多，但是一般人是看唔捌、杀无脏，爱内行的才知影好还是歹，尤其是要食入去巴肚内底，上重要是着原料的品质。加以添加的成分，会当讲是一分钱一分货。咱的一边一国乌蒙尼，用台湾在地生产的乌蒙尼，佮添加红枣、枸杞、佮乌麻啊，拢是用天然的原料来制作，互你看会到、食会到。有一挂外面咧卖，为着拼价格，拢是用人工也是化学的烹料，偏偏添加这个红枣，为添加的结果唔是真正的红枣，不过是红枣的这个烹料尔。成本当然差天甲地，就算做讲卖了较俗，但是食咧袂安心，所以听众朋友若要买，目睭就爱白乌金。人民这种天然原料的制作，经过 ISO 食品的认证，无添加防腐剂甲化学烹料的一瓶一国乌蒙尼，一箱24罐，加运金是1450，一概买2箱只要2800块。咱的好评估奖金。是甲行政与农委会来合作，真正用牛樟芝的指示体，
规粒的牛樟脂落去制作，甲一般打是用培养的细菌去做的菌丝体差足济。一个原料是规粒的牛樟脂，一个只是细菌的菌丝。安尼讲，大家应该正清楚。正港台湾的国宝和平牛樟脂，一罐价两个月3500元。正成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欧国民所得上悬的挪威来进口，毋是一般的鱼油，有丰富的 EPA 加 DHA， 食两个月2200元，品质一等一的正成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独家添加着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E 这些成分，食一罐抵骨啊罐，同款是食两个月2800元。佮特别送检验，会当安心长期来服用。平均这一个月只要1000元尔，就会当照顾咱的健康，补充身体的这个营养。最后是咱用几只鸡啊落去滴个新鲜滴鸡精，这口味就真像古早做者咱阿公阿嬷家己买鸡啊转来伫灶卡内底滴个同款，芳醇佮好啉，大人囡仔拢合用的这个补充品。只要30包5400元，以上五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优良阁有保障。拜托用心时代大大力支持，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谢。谢咱空中的好朋友继续等下咱的现场吼，咱最后阁剩10秒的时间吼，这个上车的专线。咱照登记的这个顺序，吼、哦，前20位咱的听众朋友，啊来卡这个吼、哦、电话0776180075，个咱的节目结束了，我来当卡吼0776180075，伫中间这本阿扁总统的这个阿扁书第三本，吼、哦，赠送予你做纪念。来，今仔咱节目做一个收束吼、哦，咱这个明仔在空中再会，感恩罗拉多谢。